真正的中国。北京路赫赫有名的上下九步行街，广州繁荣商业的象征，也是比较老的街区，白天炎热，晚上天气凉快一点了，因为明天的星期六人还是很多的。白天我也要工作，因为工作需要，晚上才能出来拍拍视频。雕塑，这好像就是一个举着西瓜皮的男孩。明天星期六了，恭喜一周，家长带孩子出来逛逛。这边也关了几天几扇门了，雕塑有儿童居多，儿童拎着一只土。和90年代，和21世纪早期没法比。今年是2023年，人应该少了很多。对比从前，没有对比，没有伤害。新的雕塑，沏茶的。这个品牌叫哪家？卖服装。气候炎热，阳光直射广州。夜晚气温低一点，凉爽一点，没有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。
装饰品。好了，按照灯光嘛。咬噶啦，喺有。现在还是旺季，还是有很多门面观众。你现在正在告诉你们，经济不景气。这个时代，只有孩子是无忧无虑的，他们的父母工作压力、生活压力都忧心忡忡。国际化都是旁边还有美食城，吃喝玩乐购物。中华民族，会做餐饮、历史悠久的会吃的民族。老年人、成年人多，老年人多，儿童特别少。可见几个外部人在提示广州仍然是开放的城市之一。小巷这社区很干净，一线城市，广州的步行街，广州的脸面。
发店，餐饮，热带气候的广州，夜晚才是广州生活的高潮部分。商业城市的面孔都是一样的，商业、娱乐，都没有内地那么多，那么多内地生大的。从这边看，三十九，三十四十，三十去了一个电影院，公务一个。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店铺。抖音直播线上引流，牛仔裤10块钱一条，整条是10块钱一把。根本都不买东西。带唔带拖鞋去啊？带啊，带嗰啲布拖鞋啊。呢啲，上啲，嗰啲真系我哋特别舒服。
历史悠久的北京路上下角步行街，小巷深处才是真正的民生，真正的中国。一些东西正在死灰复燃，因为就业环境恶化了，很多人失业了。古老挂分，古旧的，有的房子是实际新的房子，历史悠久的古建筑。小岗银行新店开业了。
其他饮品有公共在优惠，快来请喝吧。云里手打普洱茶现在开业了。今天我和大家观看了繁华的表面步行街，不，城中村的小巷子，真是间，潮发是第一家世界1400米养牛基地的牛肉火锅品牌。在广州小巷很多好吃，卖粥的一家，人间烟火，欢迎大家来到，请看，我向你说中国。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，您的鼓励就是我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很高兴也分享中国生活每一个角落，信息的交流分享很重要，愿你去分享中得到快乐。谁养的？